Hello，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那今天跟各位带来的是《世纪帝国4》的更新介绍，Patch 7.1.13。那这个更新呢，算是第五季的季初吗？应该算季初更新啊，稍微调整了一些内容。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部分实质上的改动啦。那就来看一下这次改动的内容吧。好，那因应这次改动，因为内容比较少的关系，先帮各位整理一下这个投影片哦，让这个阅读起来比较顺畅流畅一点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游民改动，僧侣在攻击、移动、治疗的时候不会再出现卡顿。总之就是修正一下这个僧侣的移动的一个 AI 吧。那第二条这个比较尴尬一点哦，它这个是意外的变更，你可以看到后面这里开发者备注，这是一个意外的变更。他说他打算在未来的更新中修复。啊，之前不是大家都有在讲吗？巡逻的僧侣可以治疗吗？他不小心把这改掉了，所以现在巡逻的僧侣不能再进行治疗了。我在想说，为什么他要改这一条？哦，原来这个是不小心的意外啊。这个开发游戏啊，经常会有一些奇怪的 bug，就是这样。好了，再来看到就是火炮也有改哦，火炮的移动速度从0.62去增加到0.75哦。那开发者备注的话，是因为火炮的成本低，然后使用方便。那看到很多火炮的使用，因为都需要打包拆卸，所以希望它可以让这个火炮更快投入战斗。那总之就是让它的移动速度提升，啊，让火炮可以更有效率的进攻吧。那其实火炮在现在这个版本后期也还是，现在已经算是蛮好用的，因为它之前变得比较便宜的。那变比较便宜，自然使用率就比较高，而且你后期在打大型箭塔之类的这种大型建筑，推进对方建筑的时候，没有火炮，现在巨型投石车其实拍建筑的速度有限啊。那这个改动可以让火炮更有效率的推进，maybe 可以让后期的一些比赛可以节奏更快吧。我们就看看之后火炮的表现吧。哦，这一条是我觉得最实用的哦。这个村民不再使用弓来攻击野猪，现在总是使用矛，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通常攻击野猪，你是会选8个村民，然后围着它才攻击哦。所以开发者备注这边是写变更，这个变更可以让攻击野猪变得更容易，减少围操。确实是这样哦，因为你拿弓箭去打野猪是不会痛的哦，通常是用长矛去戳。那你为了要用长矛去戳，你就要把村民拉到野猪的旁边。那当然会有人觉得说，那这样子不是蛮危险的吗？因为你村民打野猪就会直接冲上去近战。但实际上，这你就玩家自己去控制吧。毕竟现在你正确要猎野猪的方式就是拿长矛，8个村民围上去，这样就不用围操了。我觉得这个改动蛮好的哦。那再来的话，最后一条看一下全文明改动，选择一个活药的商人会显示目的地可以获得的金额哈。这个我之前有讲过。每次都说，哎，阿总，我都不知道这个商人到底拿了多少钱，一趟多少钱哦。现在有显示哦。接下来看一下全大型箭塔的改动哦。那这个改动就蛮大的哦，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所有文明的大型箭塔石头成本从800升到900，这个提升了100，其实蛮多的哦。就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采集石头，你才可以造出第一个大型箭塔。那其实开发者这边的意思，我大概也可以理解啊，因为现在比赛很多都是会造很多大型箭塔防守或推进嘛，那效果成本真的是蛮低的啦。说真的，四代你要造一个大型箭塔没有到那么困难，因为四代资源其实比值是一样的。啊，开发者这边也有讲嘛，整体而言，城堡火炮效果太好，火炮一直是那个加农炮炮台啦，所以加农炮炮台也被 nerf，从10减到9.5的射程。啊，还有这个废油射程也是从2减少到1.5，就是说这些东西研发完之后，大型箭塔现在防守起来太爽了，对，官方决定不要让这个东西这么爽。那我自己的观点是可以接受啦，因为大型箭塔确实是好用啊。然后你真的要防守的话，盖一个大型箭塔安心不少，而且成本确实800在四代里面也不算太高的石头成本哦，因为比值一样嘛，刚刚讲过，就很好盖。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效果太好，与他们对手成本相比，他们的成本要低非常多。这确实啊，这确实啊，所以就
做这个改动吧。那废油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范围从 2.5 变成 1.5 的矩形，变成一格的半径圆。这个有点抽象啦，我只能说它确实也有讲说，在未来更新的时候考虑用新的视觉效果来精准的显示范围。不然我自己不太知道废油它的那个范围到底是有多少啊，反正就是离人靠近了你就按下去，它就会扣钱啊。总之现在好像这样子改应该是被 nerf 了，一个半径圆。理论上应该是变小，那总之之后大型建塔我们再看一下吧。好啦，进到文明改动哦。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阿拔斯，那阿拔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新鲜食品成本从这个50食物125黄金降到50食物75黄金，就是减了50的黄金啦，然后就少了50 G。 那少了50 G 差很多吗？我觉得算在前期还不错啦，因为阿拔斯这个流程会做的比较顺一点，因为前期多那个50的黄金意味着你要花村民再去采这50的黄金，你再多花浪费这一点时间，有时候对你升级的流程跟你村民的建造上会有一点卡卡的感觉。对，这新鲜食品降价是好事情。阿拔斯之前阿拔斯新鲜食品已经被 nerf 过了嘛，所以这边125金币再往下调降成这个75金币就是黄金，我觉得还蛮可以的。那他开发者备注就写他喜欢的科技跟村民之间的抉择，但降低的价格是科技回报的时间更快啊。反正就是你现在阿拔斯研发新鲜食品压力就变得很小啦，在封建时代50黄金其实是差蛮多的。中国来看一下，中国又改了什么，中国是不是又被 nerf 了？我看一下长城门楼的伤害下降了，是怎样？最近这个长城门楼太泛滥了，所以每个中国玩家都用这个长城门楼当这个地标防守地标在用。现在既然这个伤害要下修，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了。我个人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去下修长城门楼的伤害，虽然它伤害是确实很高，但毕竟那是地标，而且你可以绕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砍哦。然后大型建塔，中国大型建塔的那个首冲伤害从50减少到25，不过它让那个攻击速度提升了。原本 3.12 嘛，现在增加到 1.37， 所以攻击速度是被提升，应该有一倍吧。因为之前我们有演示过那个自带的攻击速度的那个呈现方式嘛，那这个上面这个数值，其实我只能说，我也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就两倍啊。你有兴趣你自己再去测试。那我总之从账面看上，应该算是两倍多。所以理论上这一个应该不算 nerf， 这算 buff 哦，这是算 buff。对，因为50减少到25，虽然减少一半，但攻速也给你提升了两倍以上。OK， 那 maybe 大型建塔的首冲会更好用一点，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因为大型建塔应该说中国的首冲啊，因为首冲伤害高，但是攻击速度慢，其实你只要派一堆杂鱼就很好去摧毁掉，就是让这个首冲伤害的这个伤害的什么性价比降低。对，那现在如果你让它伤害下降，但是相应的提升攻速的话，它的杀伤效益就会变好，不太容易去易伤。那最后一个是看到的是古代科技，古代技术资源收集的加成从 5% 降低到 4% 这个效果。那这个科技就是你每达到一个王朝，村民的收集效率就提升嘛。那官方觉得这个有点太爽了，中国后期这农太快，降低它后期的这个农的强度。不然我知道现在看完可能很多中国玩家会很不爽啊，又怎么又在 nerf 中国？但这一条可能是情有可原啊，因为中国到后期的那个农的速度确实也很快。虽然你说它活到后期就不容易啦，但一个竞技游戏来讲，你这个前中后期不能差异太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还能接受。不过长城门楼这个，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啊。再看到德里苏丹也算是有不少的改动，主要就是信仰圆顶建筑啊，现在不会再有50%的生产速度惩罚了，就是现在你升那个学者不会再造的比较慢的。不过相应的这个金币折扣从这个原本折扣65金币变成折扣50金币，但我觉得还不错啦，就少应该也还好，就是折扣这个少了15金币而已，不怎么样，但你可以造的比较快，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是蛮大的 buff 哦。开发者备注这边写的是他们希望学者的训练时间
提升学者训练时间来增加这个节奏。对，那看、啊，总之就是这样啊。你之后信仰圆顶建筑不会再惩罚这个学者的生产时间呢？在学院的科技丰衣足食，携带量从5变成10，就更好用了一点，让德里苏丹经济再好。如果你有研发的话，那同时这个丰衣足食的研究时间也从5分钟降低到3分45秒，标准时间啊。所以你那个学者放进去应该会再更快一点吧。那再来就是学院的科技哦，这边都是改学院哦。学院科技的宁静之地治疗效果从每秒2点提升到每秒4点，这个效果就是在清真寺附近的单位可以回血啊，我觉得偏难用，但就把它 buff 了啊。总之，这德里苏丹最大要关注的还是信仰圆顶建筑吧。那再来看到的就是玛丽哦，那玛丽的话，天地胜率其实现在不高了啦。就是他现在胜率其实蛮低的，但也说不定他是比赛型的文明，因为他的招比较特别。总之，这次改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次改动改了什么？洛书文巴拉古持续的在修正当中啊。之前工程节庆被增加火炬跟工程伤害嘛，那现在不再影响弩炮、轻型投车跟长重炮，对他不想让这个不是工程单位的单位还受到工程节庆的影响。弩炮之前会被影响。那轻型投石车、长重炮也都会。那你只要照这个单位，你再开工程节庆，性价比很好，所以这被修掉了，你不能再这样投了。还有修正了这个正确的叙述吧。啊，还有一条也不错，就是穆索法迪战士生命值从85提到90，封建时代了，然后一路这样提升嘛，就是大概提升5点了，提升5点的血量。那你要知道，穆索法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步兵单位，那提高5点的话，你数量多起来，这个整体血量差的还是算有一点点影响啦。但我没有去细算他那个是不是可以多扛一刀，如果能多扛一刀之类的，就差很多。好吧，那总之这个就是玛丽的改动，最主要是说出了巴拉古还有穆索法迪战士了。大家看到厄图曼哦，厄图曼这次也被应该说才艺起被 nerf 了。台企的训练时间从24秒提升到28秒，这应该也会影响到那个军事学校的生产速度才对。因为现在厄图曼在封建时代才一起爆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然后稍微抑制一下吧。总之才一起现在确实是厄图曼蛮强势的单位。那再来就是安纳托利亚山丘这个科技采矿速度啊，从 10% 加成到 15%。 对，就不太确定为什么要突然改这个，但总之增加了它采矿的速度，就这样。这个就是那个维奇尔点数的科技啊，那个议会点数，你点的那个，它会给你养，然后同时给你采矿速度提升嘛，那就这个科技变强了，一样，就这样。大家看到这个次最后一个文明更新，罗斯的话，克林姆林宫的征召民兵存活时间从80秒减少到65秒，这边 nerf。因为现在罗斯大部分拿克林姆林宫已经开始要违背这个官方的意思哦。原本这个克林姆林宫的民兵是要你防守的，现在大家都拿克林姆林宫的民兵去攻击，跑到人家家里面去砍，所以这个违背他的设计理念，应该是稍微的把他 nerf。不过你还是可以用啊，拿来防守什么的应该还是不错的。那这边再一个 nerf 就是征召民兵不会再随时代增加火炬伤害了。就是不要让你拿去烧房子，因为大家讲过了嘛，他设计这个征召民兵是要给你去防守的，不是要让你去进攻的，所以这火炬伤害不再随时再增加，好啦，可以接受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修正了一个 bug， 这我没有遇过，所以我不知道。就狩猎小屋建在没有树木相邻的地方会产生负面金币的问题，这个我没有遇过，我不知道。那罗斯还 nerf 了一个贵族铁骑的这个科技哦。生命加成从30减少到25，也是减了5点。对金马来讲，这个改动应该是不至于差到太多，但减5点也是减的，就是。那总之，罗斯这次看起来都是 nerf 的。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 patch 介绍。那看到这边，记得慰劳一下辛苦，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我的频道。那后续持续还是会跟各位带来更多《世纪帝国4》相关的对战影片。有兴趣的、喜欢四代的，不要错过了，多订阅。有余的可以超级留言感谢一下，或者加入我的会员来支持我继续营运这个节目。四代只要你们愿意继续看下去，
我尽量还有办法负担这个节目的话，我就继续做下去啦。那持续也会跟各位去帮各位跟一些新的改版资讯什么的，好不好？那今天的改动就这样，之后还是会有一些影片，可能不是改版后的内容，但没关系，就还是可以看。就这样，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就一样，下个影片再见，拜拜。